玩上工時啊，9:59。時間12:00，109月1號，星期六。啊，9月1號即係佢哋暑假仲剩翻最後兩日，即係你可以叫唔係暑假，因為暑假就係7月到8月嘛。但係我係叫佢做暑假，但係即係星期一就開學啦。即係個個有啲人就話到啲字到啲。就話自己冇做功課，完全冇做過。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，而家通識已經 KO 咗啦。咁而家仲有三樣，一就英文 reading 就一定唔得嘅，因為英文 reading 唔係使三份功課裏邊淨係得兩份夠翻啫，就係兩篇作文英文。因為頭先就拜託我 friend 就影俾我嘅。咁但係又話喺又喺大陸機叫啲人影俾我，叫其他人影俾我。跟住之後，即係嗰個 reading 又撳唔翻，即使有人編都冇用，因為好多人都做完。咁更何況你會約到佢出嚟喺圖書館度編咩？我屋企都冇 printer 噶嘛，喺圖書館編，連 miss 都冇多一份。所以話咩？而家補救到嘅就係兩篇作文啫。所以聽日做，因為今日做通識功課，最快做咗幾個鐘頭。因為三條題目係好早來，因為一條長文大概8分嘅，要寫好多字。嗱喺舊年嘅9月1號，2017年9月1號，一肥開學，即係中四開學啊！即係咁啱就睇聽到就班主任捉咗一。即係幫班班主任捉咗個女仔，就話佢校服儀唔係係佢個儀容違規，因為佢剪咗頭髮。即係如果即係佢話染頭染頭髮，就係話俾你聽，代表你係好 MK， 即係 Miss 都覺得好 MK， 即係。你染頭髮代表你不尊重校規，Miss 咁諗嘅，我唔知道。啊喺亦都喺前年嘅9月1號就話 Cowboy Dallas 就殺咗我，唔知點解。就即係今日即係我生日啦，即係但聽日亦都係我生日，不過俾你聽係。咁啱夾埋一齊生日，所以我去落河山頂你咁快。我頭先4:00跑嚟落河山，即係我落咗冇雨嘅，跑落河山，即係跑翻嚟。跑翻嚟之後，啲雨勢越落越大，又嚟嘅又成日都越落越大嘅，即係呢幾日都已經係咁落雨，基本上你出個太陽都冇。如果話俾你聽，真係日日都落雨，基本上都唔好，因為你黃色背景個紅色背景個就會即係對於嗰啲農業有啲影響，因為會浸壞嗰啲農業嘅。仲好記得當晚，即係喺8月，好似28、29，唔記得咗有一日有雪掛咗。黃色啊，我記得好似係8月29喎，掛咗呢個黃色同埋紅色背景告咧。跟住11:00就話喺汀九附近、汀九橋附近、汀九橋隔離咧，就目擊到水龍捲。跟住新界好多個地方都水浸。但係我覺得，如果影入唔到個 reading 又點算？因為你好難開學之後，即係首先首要工作就係交功課。交功課，如果 miss 即係 miss 就收功課，如果就係冇份，我唔知點樣講。
因為你諗下，如果冇交功課，實俾人吉嘅，因為你份功課點可能成兩個月嘅暑假都冇做咧？但係我都唔想嘅，因為基本上個個都做完啦，點樣編啊？同埋樣都點樣編啊？啊！即係喺補課嗰日，8/28/29就望到自己個班房尾班，即係喺六樓上堂啊！見到自己嘅班房係點樣樣，有櫃桶嘅，即係唔係好似 Form Two 咁樣甚至係即係啲班別冇櫃桶嘅，冇櫃桶啦。我啲書要擺喺凳底，甚至放喺書包裏邊，甚至係有啲人上樓啦，啲玩手機基本上都好難，因為冇櫃桶係玩唔到嘅。咁但係即使你有櫃桶都可以話玩唔到手機，因為好簡單。而家老師好醒嘅，仲醒過中四，因為老師知道你望住櫃桶係想點。你冇人望住櫃桶冇人望住你私人代表啲望住你私人部位啊嘛！佢一定目測到你一定玩手機，因為你手喐喐去咯。所以我咧，我而家係唔再喺櫃桶玩手機，我係光明正大玩手機。我已經清楚曬啦，已經。最慘嘅就係、是。翻到嚟兩日半，即係兩日半日之後，星期三第一日正常上堂，又要測驗。所有嗰啲開心嘅嘢都忘記曬，慶功甚至唔開心嘅罰抄都係忘記曬，因為呢啲只係濕聲嘢。我成日都喺嗰個天成街市嘅雜貨，即係成個雜貨嗰度買汽水啊！每次買汽水都見到喺呢個好似聖安娜餅嘅餅屋隔離，見到一堆咁嘅汽水同埋一堆紙皮，跟住有一個人坐喺嗰度，嗰個就係一個都好少頭髮、戴眼鏡、肥嘅男仔，即係甚至食住個飯坐喺度。日日都見到佢，我估佢應該係嗰、那個呢、這個雜貨時，即係雜貨嘅老闆嚟嘅，因為冇人探，唔係探親。我覺得佢應該係嗰個負責人嚟。咁但係話我即係見到佢好肥，同之前咁樣，係喺屋苑都見到幾個都好肥。即係都講咗就話，即係通宵都有教嘅。如果你越肥嘅，甚至係我聽，甚至係我知道。如果你肥嘅話，你患病嘅風險就會更大。咁話俾你聽，我喺班裏面都有好多人已經係肥咗好多，係有肥冇瘦，因為你基本上每次做身體檢查嗰時候都係得一個結論就肥啫，甚至係冇瘦喎。咁話真係可以話，你越肥嘅話，你患病嘅風險就會更大。同埋你肥嘅話，唔做運動啊，會令到你身體排唔到汗，所以搞到你嘅手成日都會有汗啫。同埋即係你跑步，你跑得好慢，因為你肥嘅話，你跑唔喐。我嗰時 Form Two 就已經好肥，但係話俾你聽，我而家瘦咗好多，連喺即係中四喺呢個身體檢查嗰時候，連嗰、那個護嗰、那個醫生，即係個姑唔係姑娘係男嘅醫生都話我瘦咗好多，到底係咪冇食過嘢？因為基本上個個都唔知道我係做過運動嘅，
我係可以話係瘦咗十幾磅，唔係暴瘦咁簡單。我真係瘦咗好多啊！俾你聽。